我先好像怎样？哎，你们我刘海丑吗？不够高。喂喂。喂。可以吗？很感谢他们来，因为今天也是很冷，虽然有点回暖，但是风也是很大，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就是很早就来排队这样。就希望他们不要冷到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已经感动到我们的心了。然后觉得，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活在平行时空的状态，因为跟其他的世界国家比的话，我们还蛮算幸运能聚在一起，而且谢谢大家。就是保护我们，保护自己，也是戴着口罩，必该戴着口罩。也谢谢你们那么支持《王牌辩护人》。对，然后真的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好像比我们预计的早一个小时，就是超出我们的名额。然后非常辛苦你们，然后你们的支持呢，就是都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然后请继续支持下去，因为我们的《王牌辩护人》真的很好看，谢谢。然后其实刚刚一直有讲到，所以大石哥本来也知道炼印侠这个出自何来，不是炼印侠，也不是我们自己内定的，是粉丝也蛮想的，还蛮有趣的。然后炼印侠刚开始是炼印侠是什么啊？哦，炼印，那炼印，那我自己后来查是哦，影印机 ，Epson 影印机，我啊，想的还蛮周遭，没关系，反正想的蛮周遭的。但老实说 L365 也是因为 L365 而导致我们剧情变得比较更刺激，更会让人想要继续看下去，到底 L365 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嗯，那你刚说你是复制人吗？哎，对，复制人。对，我们已经走偏了。他是在误导大家，他是在误导大家。麦纳奇已经是正式复制人，加上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对，哥现在的早伤还好吗？我现在脚伤已经还慢慢不错了，就是听到医生跟复健师他们的称赞，我也觉得比较有把握。对于接下来的工作、接下来的活动或怎么样，就是能活动，我已经还蛮心满意足的。因为基本上刚开始受伤，什么都不是，然后也会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，这会，但是很更意外的是，我大概认识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是2020的12月，刚好是12月，我认识好多人，就是刚好是断脚踝，真的，我没有在骗你啊。我大概六七个人，正是脚踝那边骨折或者断了，就是觉得哇，有点太可怕了。那要乐观的看一下，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就避开更大的风险。那给他们一些建议吗？就是比如说怎么聊？他们自己都已经过了，他们说应该不用给我建议。建议吗？他们说基本上我们都遇到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休息，然后就是好好吃多一点钙啊、鱼油啊。那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恢复运动啊？或者是恢复运动应该是要半年后，半年六个月之后才开始可以慢慢的激烈的运动，就是类似跑步啦，那算是激烈，但是就至少可以恢复到正常。是现在还要再等半年？12月，所以应该是5月才会开始。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工作啊？会，还蛮多的，但是所以今天也还蛮感谢大家的照顾了，因为基本上我是拐着杖或者就是推着轮椅进每个场所，所以是觉得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面对大家。但是我觉得大家那么努力，然后想要看我们，然后也要追剧，那我也不能就是。不出面，不负责，要出面跟大家，因为我基本上是还蛮健康的，还是可以面对大家。那医生有夸奖你什么？就是哪些具体？哦，就是说基本上是脚踝，脚踝看起来是断得很干净，
断得很干净，他真的是这样说，断得很干净。我第一次听到这样断得很干净，然后觉得那是称赞还是那是称赞？因为如果是粉碎的话，那就基本上是要开刀，然后把那个那些粉碎的骨头把它挑出来。那就是看愈合的状况，其实没有走位，保护得很好，然后至少是有在动，那动就不会那么僵硬。因为全民剧运动会加上你对戏剧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应该是有蛮多人等代言或者是戏剧找上门。喜上加喜的状态，我觉得也是2020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礼物。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比如说有哪些部分呢？我觉得最大应该是重新让观众看到我在不一样的我。就是因为拍了《王牌辩护人》，第一个是基本上只是隔离霜嘛，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化妆，就是头发，然后只是喝了黑眼圈，那已经很透了。然后再来加上运动会更你要补妆可以，但是你到时候你比每个项目的时候，你流满身大汗，基本上你的妆都脱了，所以就干脆不化了，那就很裸露，很使劲，我的皮肤很裸露，对，就是这边很使劲，真是使劲。有啊，追剧也在看运动，他们就是还蛮热血的。有侄女就在加油，妈妈去加油。那我有看到你的现实动态，对啊，很可爱，我好爱她哦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那这部戏就是大家好评不断，有没有想说，收视破多少，技术什么？哦，这个给你们定，收视破多少要干嘛？对，要怎么对？收视破多少要？我觉得我们已从第一集到现在已经累积到一个收视一个成就，而且这个主要年度啊，就是很高，55分钟听说，然后我不知道观众听得懂听不懂，但是就是对电视台来讲很好，对破纪录，对，所以要破一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也是觉得如果破一的话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干嘛？现在冬天要干嘛？啊！你不要讲关键字，我开口很可怕，我一定要。那你不要开口。对对对，让我们想一下，我们自己四个投票一下。好。对你来讲，那个王牌辩护人，就是在你的戏剧演戏里面，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在法庭啊？法庭最困难就是法庭，因为。我们从收到剧本一直到杀青之后，拍法庭的部分，一直背，每天不断的一直在背。然后导演也还蛮贴心，然后制作方他们也很贴心，就说：“你们法庭 OK 吗？你们法庭 OK 吗？”就是问我跟陆思明，然后我们说好像可以，好像不可以，还没有把握，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去背。然后基本上是到了法庭就是很紧张。拍了之后3-2-1的时候 action 的时候就是很顺畅，所以基本上是感谢可能制作单位啊什么，但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，因为蛮急的，所以给我们足够时间去好好的预备所有立场所有的戏。那你们因为拍这部戏就知道很多法条啊，就是关于法律方面的。有，那基本上，我现在要我背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可能给你背，还是破译的时候，我们把律师的那一根那整本背下来。我你可以办不到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粉丝会喜欢这一本，太好了。你们可以吗？还一起背，我们一起考，一起背，一起考。眼睛上的福利就是看字啊，眼睛上的福利就是看字啊，不要看手机。眼有机对眼睛不好，看字更好。刚刚有提到，现在的工作是喜上加喜吗？因为未来的邀约可能之后邀约也很多，可是因为脚伤的关系，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可能之后怎么去平衡？就是真的是平衡啊，因为基本上也要看他们限制我真的是有限嘛，所以说任何的动作还是要考虑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来拍或者什么的，或。像运动品牌的什么广告，那个就有点难了，那个真的很难，除非他把我的头贴上贝克汉的头，贝克汉的身体。收入大概少多少？
啊，收入少太多了，没。那因为第二季全明星运动会啊，就大家已经很期待，然后都在猜说，可能会有哪一些人选，那你有可能再回归吗？你说运动会之的第二季，我回归那也是要看脚复恢复的多少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因为你看半年之后才可以，半年我觉得他们早就拍完了，对，我猜了，对啊，所以半年我如果有机会，我就说嘛，如果我们还有全明星运动会第二十季，然后我们白头白头发，然后我们在医院就一直在滑轮椅啊，或者拐杖啊，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对，然后还在那边呢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啊 ！Team 什么 Blue？ 找你，你就会回去的意思。对。那你有想要推荐的人选吗？推荐人，当然是原班人马最好啊！但是原班人马，我们大家一起白头发，就比对。对。那现在最想就是等脚伤好最想比赛。哦，我觉得是标枪跟划龙舟。标枪跟划龙舟一定是划龙舟，所以我刚刚也邀约我们这个王牌的剧组一起来划，我觉得是很热血，应该蛮好玩的，而且我真的很好玩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没有胸毛的人一定会炸开，会长胸毛，太 man 了，荷尔蒙炸开，对，对，对，超 man 的，超帅的。吃辣，吃辣的东西， oh. 我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吃辣的东西，然后就赶快就吃个麻辣火锅啊，尤其是冬天这一块，对。那因为是罕见跨足综艺了嘛，那之后有想要再挑战的东西吗？在工作上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挑战，还是会演往演艺方面啊，就是如果有。对，就是可能鬼片哦，惊悚类型，惊悚还好，惊悚我可以接受，是鬼片，我觉得可能想要挑战一些些综艺主持之类的啊，没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我会更痛苦，因为被法条都已经那么痛苦了，然后觉得那他们更辛苦。哦、对啊，好强哦！两个人差别超大，你有跟他合照吗？没有，他在现场就是，感觉手很痒，很想教，但是因为现场有那个舞姿老师，对，所以他就给舞姿老师面子。嗯老师有打几分？不是，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办法指导他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动作也做得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尤其是过肩摔，他们真的有学习的那种。我看一下，因为每个人过肩摔的方式都不一样。那他的方式也是另外一种，我觉得啊，好，这个 OK， 这个过了，对，所以我在旁边就是，哦，好想过肩摔酷说王了，但是算了，你做好了，叶星辰有做好的，对，那飞踢他那天也蛮辛苦的，因为也受伤 啊，对，但是也是一个体验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对，第一次尝试这个，对，就是不小心可能角度没抓好，然后就撞到那个胫骨。然后就肿一个球这样。因为他全剧都有那个三角恋的发展，所以之后会真的衍生出大家意想不到的，就是结局。对，三个人好像很精彩。意想不到，应该是我跟马哥吧。啊？那我很期待。我是意想不到哎，那才是意想不到。但我觉得我们。竹州多于是在法庭，就是律师，对，但是爱情还是会有，也敬请期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 ，OK 吗？我们先看前方摄影师。左边，好，再来看一下右边。那我们换个组合，我们刘森律事务所这边，我们小可还有我们的
生，还有一位。好，先看中间哦。三位左边。好，左边。来右边，请看一下哦。稍微往左手啊，右手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换个组合，我们请维婷加入，然后小可稍微休息。那我们请三位。好，看中间。好，右手边。好，三位这边看一下。好，中间右手边看一下。好，这边最后中间这边。中间最后看一下。好，来左手边。右手边，我先把中间最后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单看中间。好，左手边，来，你来左手边，谢谢。右手边，好，最后中间，几位中间，几位有没有给一下这台？中间右边，这里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谢谢雨薇、小七，那我们星辰先来，先看中间。先看这样的空间哦。